这样的木材不要钱，遍地都是，但是这样的颗粒呢却能卖到1000到1500之间。去年呢，山东的一位夫妇啊，就靠这个木材加工颗粒买车又买房。下边呢，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种颗粒是怎样制作的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加工出来的这种颗粒，你感觉这两台机器的加工效果怎么样呢？我是颗粒机王老板，每天分享，感谢支持。